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 Nike 的 Athlete House， 也就是运动员之家。那在巴黎奥运期间呢， Nike 也为他们的运动员打造一个专属的空间。我们马上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服务吧。Nike Athlete House 提供运动员所需的一切设施，包括备赛、庆祝、休息和恢复都能在这里进行。另外还有理发、美妆、美甲等服务，让旗下所有运动员都能发挥出最好的表现。而台湾 Nike 选手黄晓雯、王冠宏以及孙正也都趁着赛事空档前来体验。那我们现在来到 Nike Athlete House 的二楼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呢是可以客制你专属的帽 T 哦，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没错，透过 Nike 最新专属的 AI 工具，用平板输入属于你的关键词，就可以制作客制化的图案。我选橘色的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可以 ，So let's just type some colors. You pick cat, dog, carrot, anything you like. Okay, orange and believe. 其中，晓雯和冠宏也都特别点名非常喜欢这项服务。至于我的衣服会长怎么样呢？影片最后再揭晓给大家看。再来，当然要体验一下专业选手如何恢复。Nike 特别提供两项产品，包括我现在脚上穿的这双气压加压鞋，以及能够调节冷热的背心。穿上去后真的非常有感，也让我一整天采访的疲劳迅速恢复啦。现在在用的这个服务呢，是这个 Nike Athlete House 的恢复区。那我现在试穿的这个鞋子呢，它是可以帮我恢复我的脚的疲劳，然后它不仅可以加热，那它也可以加压。那上面呢，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热度，还有你想要的压力的程度，就可以帮你恢复你一整天脚的疲劳啊，或者是你训练完或者比赛完帮你舒压。所以这真的蛮酷的，就只要这样穿上去就可以有感觉到哦，有热气，然后也慢慢的这样松起来的感觉。在离开 Daily House 之前呢，这边也有一个空间可以帮你留下纪念照哦。那我们马上来试试看吧。耶、yeah, ，好赞哦！那最后呢，要秀出我们刚刚客制的衣服。噠噠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但我觉得今天的体验真的超棒的，很喜欢。